哪儿那么多废话，干不干？干干干干干干。姐，我们来支援了。地图上留下的一点，不知不觉把我们连。小燕姐姐，我也来帮忙了。在宇宙一万光年外，笑啥疯？哎，小燕儿，需要帮忙吗？有时候系统掉一点，好不容易出发又回到。我真回不去了，已经辞职了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老徐，与其说我们是来帮你，不如说我们是来找工作的。一听你女朋友这个机会，技术不是缺人吗？我就试试。你之前那工作不是刚升到总监吗？我辞了。我那上次老吃我豆腐，占我便宜，我烦得要死，我辞了。你笑什么？你呢？你也被上次吃豆腐了？哎，你看不起谁呢？不过我这是我，他给我穿小鞋，早就不想干了。你说什么都没用啊！职场这玩意儿啊，我算是看明白了。工作呢，还得跟兄弟在一起才开心。你呢？那我跟他们可不一样，我是他们花重金聘请过来。当当当当，请笔，点烟。老徐，老徐，老徐，听说董事长病了，赶紧过来看看。我只听说过黄鼠狼给鸡拜年。哼，哎呦，董事长，您这看起来挺精神的啊，那我就不担心了。是啊，没想到我命这么大啊。如果你是为了讽刺我们东河日落西山而来的，那最好在天黑之前你赶紧走吧。您看，我替平山来看您，您怎么赶人呢？我知道平山走了之后啊，这东河确实挺难的。可是吕泽阳这群人呐，非要跟着我们，平山呢也特别为难，但也确实没有办法呀。毕竟物以类聚嘛，这垃圾分类的时候也得分一分嘛。话说，那这李总得分到哪个类别呀？那要是这么说。一般就是左边那桶吧。小朋友们说话不要那么急躁嘛，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呀。那也不劳您费心了。叫保安就不好看了啊。董事长，走了。好走不送。放心啊，您就好好养病，东河马上就好了。最亮的流星。
绚烂的天际，却没有落在你心里。多远的距离，以为相遇就是可以去憧憬。这么说来好像那个这个圈子还挺小的，就那个平虎那个女技术官都是一个圈子的，我们吃饭那会儿他们还调侃徐院士跟他呢。调侃什么？就说他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然后说当年这个女首席官还追过徐院士呢，好像这周他俩还约着吃饭来着。是不是今天话太多了？散不散出去。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哥，等会儿，徐院士入职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事儿你真不能怨我，那是老爷子同意的，这老爷子说话我也不敢不听啊。什么时候？就上周啊，好像徐院士上医院看老爷子了，还给老爷子端尿壶来着。具体他俩谈了什么我还真不清楚，你说老爷子心思我哪敢瞎猜呀、啊？也不是因为你一猜一个准。朱奶奶，得得得，我先忙着呢。司徒八屁，你干嘛让人徐院士给你倒尿壶啊？不是给你请护工的吗？这种事你能不能不要麻烦人家？不麻烦。徐彦石，你老不是去跟女首席技术官吃饭去了吗？我爷爷那不需要你管。哎，你刚才打电话呢。啊，向元给您打个电话啊。慢点。向元说什么呀？向元问您吃了没？你们俩吵架了？不是，我们俩在闹分手。